智能日本分会主席久保木修吉今天中午12:30到达台北机场的时候，受到亚门三国总会徐富德等人的欢迎。久保木修吉在我国的2天访问期间，将要拜会智能荣誉主席古正刚。在世界自由日，日本分会各项庆祝活动的推展情形和古正刚交换意见。久保木修吉表示，在世界公习气氛弥漫的今天，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密切合作，以掀起反共的怒潮。